好，看到了。啊，都有开大。啊，回去补个子弹。他跑去哪里了？不好追了。斜坡，斜坡。OK。连睡觉的必要性都不用。哎，怎么去了？啊，跑了。我想说，怎么突然又掉头走？他把我活下来就跑了。他说跟丢了魔物。喵。喵。喵。那你是不是要？不是。哎呦哎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太过去了，先待一点。哎，他跑去跟雷欧换位置。怎么了？靠，你没有录到那个画面，真的是好可惜哦。车祸啊！车祸现场啊！怎样啊？真的不知道。笑死！那个爆锤要往下跳。啊，雷二要往上跳，结果雷二被抱着中间。啊，为什么没有带到这画面？我也想看。嗯，好笑。车祸现场，哎，笑死！我以为刚刚那个翻滚摔已经够好笑了。这个更好笑。来了。哎、欸，这位是有点尴尬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的？不会啊，不会尴尬啊，掉个头。可以从。我来喽！我来喽！你来啊！哦，好。哇，那颗有点上面。晕吧！操！睡他哦！对啊，我先补个子弹，再去。一发，应该再一发就睡了，睡了啊？没有，睡了才睡，睡了。大概是预备动作了。哎，没错。好。我居然是被你掉落物欸，刚刚我看到就消失了。没有啊，没那么快吧？有啊，我刚刚看到两个掉落物，每次撞一下就会。我知道啊，我没看到掉落物呢。我也没看到啊。我有看到。是啊，我没看到。可是好像消失。哇，好远哦！他同类追我啊。Taxi 也拼命追我，他把飓风碾死了。他路过的时候，太好了，来到这边我就可以加子弹。
又在滚。哦，我看到大瞬移。是不是这只都会瞬移啊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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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因为今天你们那边开的时候，我也看是瞬移。对啊，我这边最近都会瞬移，都就只有这一只哎、欸。这一只的问题是不是？是这一只在开挂、啊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还要压死一只飓风嘞，好，好好。我看到那只飓风被打了一个侧压。哦，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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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输油。拿菜刀切断它。骑乘，骑乘，骑乘，骑乘。好。弹掉了。嗯。哦。那个晕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什么？啊 ？HTT 什么了？你看到什么了 ？U bike， 但不教我。U bike。U bike。哇！嘻嘻 bike。哎，谁？啊，那个啦。哎、欸，卡卡卡！我看到也卡了。嗯，那是。到底？还是一个受不了，听不下去了。你们在干嘛？快死了！我还要活。可以抓，一直逗他。最爱中火师了。捕获。中火师系玩家。哇！总系玩家。总系。怎么安？听起来挺怪怪。哎，舌头，对吧、啊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怎么很久没看到舌头了？他没买 DLC 啊？干嘛舌头不买？哦，他还在犹豫啊？觉得犹豫的舌头，来看看是啥小？哦，两颗，我是大人，挖走大人，很挖，哇，我一百头，十一次。综合加起来，哎呦！啊，可以打，可以终于可以打冰牙了。哎、欸，我要上厕所。上。哦呦，我也要。那我要吃，我也要上厕所。怎么会有龙岩龙的东西？他说我可以回报任务，就是龙岩龙的东西。你可能有捡到过吧？他不是刚刚任务打完之后就可以回报了，傻眼。可以这样哦、喔。好在。好，我看可以回报。还有一个冰牙跟残剧就在一起了，一战残座。啊，我也去厕所了。
吃布丁的声音吗？不是，是果冻。利乐包。它的另外原本开口那一头坏破掉了，它破掉了，所以我喝的时候都一直喝到那个纸渣。哦，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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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洒出来了，洒在脸上吗？哎呦，洒在腿上，哎呦，所以我要开。怎么讲都是哎呦，不管怎么样都是哎呦。やだ、助かる。怎么有讨伐钢龙？吓死人！接超了，接见了，超嘞！哦，忘记开麦了。哼！好，等我一下。对了，那个教主。咦？他那个啊。那天手机那个，嘿、hey. ，那个精准图袭啊，嘿、hey. ，我看人家最后还可以插进他的那个，爬上去插，对啊，插下来插一下，对啊，没有，你做一下有接到就可以插啦，哦、oh. ，对啊，你们刚刚看到我插来插去往后弹，其实没有，我注意的是怪的头，没关系，我不够闪耀，我等下就在你面前挥舞，不要了，我怎样不打怪的，我就在你面前挥给你看。我没装来充来的，你要不要来啊？来了来了，我刚才在那个练习场。接着跟我说一下，我再用我的蒸汽，还在用蒸汽。好，我准备接了。天气预报，欧巴桑，左边吃饭没？吃了。哎、欸，有一地食物啊？哦，有啊。我去触发一下。我每个都有了。哦，我还没触发最后原地了。啊，那你的呢？这是你的地图哎、欸。我、哦、没有啦，我是说那个啦。你不是说每个都有了？嗯、我还有一个没有触发、啊。七号营地，好像是。那个在哪里啊？你等下带我去。嗯，等一下我开你进来啊。好啊。Let's go.Here we go. This call. 啊，我的毒还在读取。对啊。好，有，我取消就可以了。好了。H 哭哭，好，我好了，还在那个练级。你还是名字要改成 THT 啊 ？THT 哭哭的脸啊！你太难念了吧？还是 QHQ？ SB 托马人啊！我就跑了。哎，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。嗯。我的武器是冰属性伤害耶。是啊。
我都没有看魔物要什么就又乱用武器呢。可好，电狼龙。啊，你是叫我直接走过去带你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你不是说下一场你接着带啊？对啊，因为那个地方用走的有点难走。是啊，七号有。有七号、啊。总双有五个营地、啊。嗯。哦。哦，这里。那、啊、你要不要换一下你片头属性？这个是力战的、哦。然后呢？比较难打一点点。啊？我要换，我就是换锤子啦。嗯，冰的打冰的效果，看你啦，你不换你自己。我要找到他了。你好，你好。没有，我就换锤子啊。嗯。干嘛？哦。哇，这个龙头也只有一星哎。更变。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我要什么？鬼啊！哦，他换区了，是。我要矿，我要矿。哦，还有足迹，赚。受赞助，这不是有那个？我在那边了、啊。你们到了吗？我在下面，在下面，在上面。到了，到了，我到了。我等我，我还在那个。哎，没有跟我抢的。啊？我不能走一圈。啊、看什么？怪怪的。他没有发现我，现在才发现。你说我吗？哇，这很凶哎、欸！啊，是被都来过呀。结束，掉下来了，有点卡、欸。是吧？我也有一点。这次的优化就跟当初联网。哇操！哇操！看到、哦，我骑了，有看到了。哎，还什么了吗？卡住了。稳定。发呆了一下。哎、欸，我的头像。
完了！我上来！爬上来！我来了。那你就要下去 A 了吧？哎，这好不好？你要靠墙下。睡啊！睡前说。大便。哎。帮你起舞。两手都哇哇哇！我看好多叉刀哦。哎，断我嘞！还是被捉了。我他开头会失衡的。失衡直接。坐山猪出来救马了。啊，他睡了。呼呼。来不及了。可以，我来了。一梭。哎呦，可以哦。我抓了。嗯。好。抓。结束了。我看到他们在丢长矛，原来他们光是丢长矛。八，会啊。他们在丢长矛，不分敌我丢。我觉得长矛好多了，总比土爆弹好了。哼。妖物在哪里啊？在头那边。接下来是残爪。对。哎，等下再打一场熔霜共处的东西，想去开那个。啊！
就是让波西再接一场动土的，哎，大任务，让你们进来啊！我也要，我知道、啊。有什么动土吗？想想看，很多、啊。去看自由啊，自由应该还有很多。就算不是星星的也没，就算不是那个走点点点的也没差。黄体龙又出现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这个吧。你说再一次那个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。好，就刚好嘛。第七。嘿，哎。又开始那个了吗 ？Michael， 东西，然后去交一下任务。王凯玉，好。王凯玉是叫同学吗？凯玉啊！我要大胸恶龙的任务，我竟然没有。大胸恶龙，没关系，晚点打，这是晚点的东西。好，这个。大胸恶龙有刃尾，就可以断尾啊！他冰原才能断尾的呗，没有吧？以前没有啊，我断过啊，就像之前说大胸恶龙，我也断过了，可以断可以断，只有胸才不能断而已。对啊，到底我两种都有断过尾啊，大胸恶龙，对啊，大胸才龙，有啊，胸才不能断啊，胸恶可以。胸二可以吗？我记得两个都可以啊。没有，胸才不行，胸才绝对不行。对啊。我虐了胸才200多只了。小我的小号。胸才杀手。好，读取完毕。来了，拿天刀来继续试刀。啊，你们已经天刀了？拿天刀，那我要拿。做三天了。已经三天了。嗯。三天啦、啊。他做三天了。天地无双。之前那个二天已经是垃圾。你们下午做的、哦？对啊。好。江江还没打，如果他愿意陪。有吗？你们是在七号吗？有在七号有开，等下去回报。哇，这什么狗狗？哇塞，这什么地方啊？你刚才说狗屁吗？狗地方。现在是白天晚上啊。白天啊。好吧。下去就死！哇，这谁知道啊？我啊，原来在这里、啊。这个好不明显了、哦，我经过这个地方好几。我也是啊。我很会爬吧？怎么会找得到这边有一个洞啊？厉害吧？就捡东西啊！到处捡，到处摸。啊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是从十五号营地下去，那边有边跳下去，满满的都是企鹅。哦，我知道那艘船对不对？不是船，对、啊。他说十五号，十五号营地，跳下去，有个地方一堆船，一堆船，不是、啊、一堆企鹅，那就没错了、啊。哦，我想啊，一堆船，那我就没讲错了。哎、欸，要不要来啦？我找不到他、啊，我不到，在我这兒，在我这儿。我在叫 Uber， 等一下。哎、欸，这个 Uber 要怎么接 ？Uber， yeah Uber。这乌本要怎么解、啊？我都忘记。你这个要跟那个受残族当好朋友啊？好朋友、嗯。你要先去那个共同战线，你要先去解共同战线。你要先去探索，直接去打出来，你就看到受残族了，跑掉了啦，去吃东西了啦。来了来了，不要紧。他就说跑掉去吃东西了。哦，好，好啊！进来才是用餐券呢、啊。啊，我忘记吃了。直接拍狼。我刚才走到一半才想到，我还没吃啊。好了吗？到到到。
哦，软了，不是软了，没力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他有毒哈，白痴哦、喔，而且是剧毒啊，忘记了。我回去换装备，忘了，想成飞雷龙。我听到他的声音，有两个还在上面。这没有雪崩吧？有啊。哦，我还没看过雪崩哎、欸，用一下。不是，你不是你有看过吗？我没看过啊。炸出来啊！对啊，就来用一下、啊。我用爆桶好的。来来，我也在找崩。我这边。好来。没有啊。再一个，我还没放完呢、啊。哦，有两个。应该吧。没反应、啊。没有啊，骗我。那边有陷阱符号吗？等一下、喔，有陷阱符号啊！用啊，所以要用撞的哦、喔。啊，这里啦，这里啦，撞错了啦！好，你撞。这里。来。哎、欸，这面积很大、喔，面积超大，这边也会有，你们那边也会有。啊，我们会受伤吗？不会啊，不会、啊，这边才不会有。没差啊，我就是来看的、啊。哦，好吧。哦，有。那天跟 Nice 我们两个人站超远也中奖，超好笑。哇，两千赚。然后不是头上的落石超烂吗？这就知道了吧。好牛掰哦，这个。给他甩个五八就中几个。各位，我快死了，忘记了。这画面好像最近才看过啊，上一场吧，这一场吧，上场爆锤的，这一场吧。哦，没带到那个画面，我觉得好难过、哦。哎，可以撞了，我试试。哎，我掉下来了。哎，不行，就是扎到嘎子。下来，又一个画面了。没有扎到嘎子窝，那一定不是我。哎、欸，虎货哎！哎、欸，心跳微弱，轻松。我打捕获，有，捕获。啊，没有，狙。啊，我停手了，他只能是闯起来。他踩到陷阱了，没事，我第二个陷阱放下面。好险，差一点就闯。真的是差点差点，后面还有一颗，
好啦，十二点啦，我去收尾啦。阿伟，你在还打吗？打。啊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晚上的收看啦。今天其实也没做什么，今天就只是开台，不知道干什么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！大家晚安。